酒店不让带宠物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别闹了，别闹！别！聪明。齐都，走来走来。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吗？当年在香港那片场啊，罗师傅可是最厉害的。龙虎武师。龙虎武师入门。 首先要学的就是挨揍。我又不会学了。下次。对，罗师傅，今天我就要拿你这马来抵债。师傅，我让莫迪跟司爷去律师。叔叔，练这个，到时候用得上。罗师傅，你们稍微冷静一下。 罗巴他们那些人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？他们很简单 ，action， jump， hospital。你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。龙虎武士 ，never say no。 我件儿都开在200万了，他都不卖，看来这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了。龙虎武师都是热血男儿，来，跳。